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哇，像鸡胗，像鲍鱼。打开锅盖，骆驼蹄儿出锅了。龙掌出锅。我跟你说，也不至于龙掌。我不。哎，太漂亮！走吧，上屋吃骆驼蹄了。哇，有。哎呀，真香啊！龙爪也不过如此啊！也没有大蒜了，好像也没有啤酒。老师，那四哥你去买点大蒜去呗。爸，你多穿点，外边冷啊。不是，四哥，你多穿点，外边可冷了今天。不冷不冷，零下52度嘛。爸，没那么冷。知道了知道了，小雪花8度。何老婶啊，你去叫一下他妈和那老太太去呗。行行，知道了。哇，这不是奶油蛋糕吗？哇，好烂乎啊，这一口下去。你放点韭菜花往上一抹。嗯，来张嘴。哎，QQ 弹弹的，跟棉花糖似的。嗯，真感觉。哎呀，香死了。嗯，特好吃。哥好。嗯嗯，一口韭菜花。哇，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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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像鲍鱼。谢。哇，这个骆驼蛋老香了，上头。嗯嗯。你们俩会算，你都吃上了。你们俩这么喝，一会儿他老婶回来，你们俩不得干仗啊？哎呀，爸，你不知道，我老婶儿去接我妈和我奶去了。你妈和你奶上医院买药去了，不白去了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老婶不走，我们俩打哥吗？你们俩就算你。快点，快点，爸。不是，你老婶一半会儿都回不来，咱们就该喝喝呗，啥事儿都没有。雪花八度，5.0。大姑啊，你先慢慢喝吧，老不躺上。那不行啊！老太太回来了，我扶老婶回来。老婶，